就比如那种，你看他一眼，他就开始找你麻烦那种、哦。你说人家男朋友就来找你麻烦、啊？是啊，我没有偷看人家女朋友啦。啊、我说有一次我骑车在停红绿灯的时候，我只看了旁边机车骑士一眼哦、他就呛我一句说：“你夸小啊。”遇到这种真的很讨厌，很麻烦啊。真的超讨厌啊！我现在过了好几个红绿灯，还一直跟着我。真的啊？那你怎么办？我就不理他，我默默骑我车啊。你就真的不理他？不理他、啊。那对方呢？我对方就一直跟在我旁边叫嚣啊。你还是不理他？不理他。当 radio 听这样、啊？怎么可能当 radio 听啊？这种 radio 也太吵了吧！把它调小声一点嘛。怎么可能调小声一点啊？像这样，像这样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可以麻烦你口罩戴起来好吗？这样跟他讲啊，他会以为我在挑衅他吧？哦，所以你就一张低着头给他屌，给他屌顶啊？就给他屌啊，反正屌完就没事啊。怎么屌你都没有理他、啊？没有理他。那我屌你看看。凭什么啊？无缘故你屌我干嘛、啊？我说我想说重现一下那个时候状况给我看一下。重现一下那时候状况啊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时候就是我在骑车嘛，然后停红绿灯嘛、啊，然后我看到你，哦、看到我在看我，你看到我在看你。哦，我也是骑车骑士。对，你也骑车骑士。哦，好好。你要看我啊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？不好意思，看我嘛啊！来来来！我开始上香。来来来来！来来来！洗我了吗？你的车也太烂了吧！干干干干干！你什么时候想屌我啦？花小，我开始了。这小都受气了，花小，哦，是吧？是花小啊，花小，老子这么过来干嘛、啊？走、啊，走去哪、啊？加油站，我才没有在一个加油站呢、欸，下去啊！不准他们要帮助我，不准他们要唱小情歌，放开我、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不要骑着我的车啊！这种感觉也太讨厌了吧？不要说。想说买完汽油以后再还来还你这样子、啊，谁管你啊？你这点人都不是种，你一直屌我的情况嘛？我要一直屌你啊！一直屌我啦！怎么屌你都不理我？不会理你啊！好，再来一次。来，你夸小，夸小啊！开始，开始，夸小，讲话。不理他，还有二十秒。你刚刚是不是在看我？你刚刚是不是在看我小腿？我才没有看你小腿嘞！好，回嘴了啊！还有十五秒，沉默什么意思？哈，默认了。我小腿是不是很性感？没有在看你小腿啊！有种，有种就把话讲清楚啊！你刚才看我哪里？我就说我没有看你啊！没看，你没。等等等，掀起来干嘛？掀起来干嘛？你果然是看的嘛！你果然是看的嘛！是你掀起来我才看的啊！所以什么意思？刚刚什么意思？用想象的，是不是？我才没有想象你的小腿、欸。等等，眯眼睛干嘛、啊？想象。不要想象我的身体啊！恐怖了。哦，还有七秒。七秒。六秒，五秒，脱衣服了吗？三秒，等一下，不要脱了啊！路上哪有你这种奇怪变态大叔啊？你这种没有遇到的人还要恐怖？好，再来一次，不要再一次了啊！你给我搞不清楚屌人是什么情况嘛？哦，怎么说？好，换你是我，哦、我，对对，我看到你在看我，然后我屌你。哦，好、啊，哦，来。夸奖啊！你都会夸奖。干嘛干嘛啊啊！嫂窗现在才看到啊，刚看了吧？握什么手啊？没有认识你啊！不用递名片就说没有认识你啊！面子面子啊！给我面子干嘛？口水啊！干你屁事啊！在挑衅我是不是？哈！我现在真的有点吵，我听不太到、啊。什么吵啊？这附近只有我在讲话而已啊！不是，我说我的耳机啊，耳机拿下来啊！戴安全帽怎么可能戴错耳机啊？啊，不
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一次拿完了你，而且哪有人一次戴两个耳机啊？没有，是耳塞啊，耳塞啊。戴耳塞听耳机听个屁啊！没有，我练习听力啊，就这样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现在听得到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多的夸小啊，夸小啊，啊，知道怕了，夸小啊，你那么喜爱干嘛、啊？我在压车啊。你好认真啊，压什么车啊？啊，还敢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看，骑走吧，不管，看。哦，红灯的哦，你宅戏啊，你不准戴耳塞，你就拿下来。哇、啊、塞，这样子还听得到啊？嫌我吵是不是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请问你这个音量啊，是从小练习的吗？什么叫从小练习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有参加一个教会的合唱团啊，我一直觉得我唱不过其他人，很奇怪。干我屁事啊！而且合唱团本来就大家一起唱啊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唱超大声的。原来你搞什么东西啊你？啊，与君一席话，真是胜读十年书啊！还给我那咬文嚼字的，先生，完蛋，别下来，先生，先生，不要激动，下来，先生，要死，我们要死，怎么可能回来啊？你不要下来啊！先生，下来，下来，不要过来哦！啊，拿手机啊，报警是不是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哦，啊？可能，那这种老式的拨盘手机啊？挂盘为什么还要按按键啊？密码锁啊！烦死了！喂喂，有人在那边吗？喂，老周来。哎，老婆，我今天会晚点回家。是跟老婆报平安吗？啊，是是是。对对对。哎，拿来啊！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要报报警吗？我说我不回立交了啦。现在遇到一些状况，这样就没办法报警了。老婆，我跟你讲，你老公今天死定了。老婆，你听他声音是不是很适合合唱团啊？我就说我们要参加合唱团的啦。老婆，记得帮我报警，报警啊！你敢报警，老公就死定了，听到没有？可我就洗手了。你个戏呀！追上来吧，追上来吧，快了！你个戏呀！我要杀了你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哎呀，水工，水工，水工！哦，好险，好险！啊，水杯，水杯，水杯，什么水杯啊？还不是跑马拉松嘞？啊，水管，水管，水管，告诉水管啊！还不超级玛丽啊！等我，注意注意注意！哎哎，怎么又追上来了？哎哎，吃金币，吃金币、啊！哪里有金币啊？前面那个乞丐，你们碗里面有啊？那不能拿吧？哎，拿掉啦！你也太仗义天良了、啊！你一个，我一个，你一个，我不要跟你分担啊！哎哎，吃香菇，吃香菇啊！香菇啊！还注意注意注意！你怎么没有长大、啊？你也没有长大啊！哇！哎，吃瓜吃瓜，麻瓜！还注意注意！你吐的是口水，像个火球哎、欸、你！哎，你说快快快，你快碰我吧！八，苹果撞撞快就死掉啊！嘿，不准用过快！不准等五千分啦！谢谢大家。